哎，大喜啊！还是你们这边的风景好啊？没有啊，杰哥，每次都这么麻烦你，今天还麻烦你一起跟我过来了。哎呀，还不是尊重叔叔阿姨的意见嘛，为了不让他们这么担心，我们这次回来呢，就把事情好好的做好，做出个成就来嘛。可以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是不是？毕竟我们都答应，已经决定做这个事情了，我也想把它做好。对呀、啊，做出一点成绩来。走啊！哦，对了，我刚刚跟我爸爸说了，他应该在路上来接我们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叔叔来接我们啊？就不麻烦叔叔了吧？我们自己走上去也行啊。没事没事，走呀。那走啊。好，走。哎，哎，辛苦了。你老。这是叔叔吗？那是啊，垃圾刷进来了吗？我，你不是回来了吗？回了，在成都做啥子嘛？我已经回来了。叔叔，我们在城里面做那个互联网，这次不是说，叔叔阿姨你们觉得在外面不放心嘛？我们这次先回来做。那个，我给你带了点茶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嗯，茶我家里面都多得很呢。哦。哎，别管，说，这样吧，我有个。那先回去吧。先回去。我有个爹。那晚上我叫你舅舅跟你叔叔他们一起来研究，我也不懂你这个怎么互不互联网。哦，行，那这个我们先回去吧，你别介意。没事没事，那走吧，好，走吧，走。啊，都行，嗯。